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聚会有可能可以发生什么，可是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对刚刚说的那个人来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不做会很难过，因为你们就像我当初一样，我当初也是这样，很多人帮忙我，每个月有一餐没一餐的，所以我现在做的就像拉以前的自己，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自己爸妈没有碰到艺术这块，所以我看他们很惨。如果他们今天有意外会画画一下，会雕刻一下，我看到我爸爸这辈子没有一个朋友，我妈妈开赌场都可以讲出来。所以如果他们有沾到一种艺术，也许他们人生就不一样。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并没有说可以帮助别人了，每个人都认为他走的路是对的，每个人都用他的路在教人家走路，所以我不敢说我的路是对的，只是我觉得大家有碰到艺术一些些是很好的事，那是我心底很里面认为的，只有这个出发点，我并没有说可以帮助到艺术家或是老一辈，他们已经人家根本就不想改变，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这个小漩涡它会发生什么事。我刚刚去买烟，就杂货店的妈妈，很老的那个矮矮的，她说叫我教她啤酒盖如何碰，我一听就是这种感觉，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可以帮忙到她什么。这样子反应会不会太逊？大概在2000年前后吧。然后我看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做的东西，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手工自己做出来的，可能家具，可能一个灯或什么，比在美术馆我所看到的一些艺术品更让我感动。然后，所以我就找了这些朋友啊，说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地方，然后一起约一个时间，然后把大家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更多人可以去看到，因为大部分我看到都是在谁的家里谁的家里。对 啊就我啦，是我觉得说应该要有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好东西。我想市集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精神，它比较是这个市集它存在的一个意义。
这个精神就是说，每个人都去做独一无二的那个自己，去做自己，然后，从你做自己当中，你也开始懂得去看到每个自己，每个不一样的人，然后会知道自己的局限，会知道整体，大家一起在走。你能够这么独特，可能是背后有很多人的支持。所以就会，当你知道了这个整体的之后啊，我觉得你就更清楚知道怎么把自己的能量、自己的独特放在整体的里面，然后大家像一条共同一条船，共同往前走，这样子。就像我们这个活动，就好像我们在同一艘船里面，然后每一个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螺丝钉，所以才在这艘船才能够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在缺一不可，非你不可，你一定要在。当你觉得你是被支持、被肯定，然后是彼此能够给出力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活着真好，或者有它的价值存在。那因为这艘船就非你，就一定要有你，这艘船才能够开得动。对，把那个力量，把那个存在的感觉要拿到。拿到之后，我们就一起往前走，对。この映像を作った足狩と申します。最後に一人の方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アクンという方です。アクンは一人の参加者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マーケットにおいて最も重要な一人と考えられています。このことにこのイベントの色が全て現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います。彼はマーケットの間いつも彼の行動をもって場の空気を作り、大きなエネルギーを生んでいました。私はアクンにインタビューを試みましたが、彼はほとんど何も語らず、彼の行動をもってこちら側に全てを示してきました。またマーケットの後も彼と生活を共にする中で、彼のことが少しだけ理解できた気がします。彼にとって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と表現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ほとんど同じです。食べることや寝ることと同じように、踊り、歌い、日を浮かず、一般に芸術家は特別な存在と思われがちですけど、そうではなくて、芸術家は人間が自然に生きた結果です。アクンはそういう意味で芸術家と呼ばれる人間以上に芸術家的であり、真の人間であるように思います。そして彼が一人の人間としてこのマーケットの間さまざまな行動を起こすことは、一般の人とアーティストをつなぐ
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ますし、また我々は失ってしまいつつある人間としての何かを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だからこそ彼の行動は人の心を動かすんだと思います。そして悪運においてとても興味深いのは、このことに加えて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が他人と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点です。だからこそ彼の行動にはいつも純粋な愛があるように思います。家族の健康を気遣うように花火を振ります。このマーケットは単純な市場やパフォーマンスイベントとは違って、人間のつながりをとても大事にしていました。いろいろな方に話を聞いて回りましたが、家族という言葉をよく耳にします。だからこそ悪運が人々に与える愛の印象はとても重要であって、このマーケットの空気を作って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吵架起来就去走，欠么就还，爱报复呢就去刮分，爱饮酒的就来饮酒。恰巧一年的观音娘的老几百。面具的太阳，还有这个风，还有白云、山，还有土地、水，现在所有的大家的互助合作，所以。让树啊也感受到爱，然后树就把氧气啊制造出来，然后啊我们啊就活在这个地球上，因为光是这一口呼吸我们就被照顾到了，因为所有的宇宙万物一切都在爱的互助合作，都在互相合作，所以这个互助合作如果不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不可能活在这个地球上。你要知道，我们是被祝福的，我们是被支持，我们是被爱，被所有的宇宙万物一切照顾得好好的，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快乐的玩。你相信你是被照顾得好好的，你就会不孤单，你就会知道原来你就是那个爱，你就是那个爱本身，因为
很多很多的爱在照顾你，光是这口呼吸你就被照顾到了。你要知道你就是爱，所以你能够给出去的也只有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直碰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状态的连结，这就是一个互助合作。因为我们就是来自那个互助合作嘛，光是太阳、风、水，所有的大家都很努力的在一个最棒的状态。如果这个最棒的状态没有发生，我们不可能存在在这个地球。然后那个那么棒的状态就是爱，所以你就是爱，把那个感觉拿到，你就不会再孤单，因为你就是那个爱本身。即个转来，甲大家斗阵，多欢喜啊！全家团圆啊，斗阵就好啊！这个活动就是转来看家人团圆安尼，啊，斗阵食饭，斗阵生活，斗阵过日子，啊，斗阵快乐安尼就好啊！阿嬤的情感变来变去，还因一直来啊，大家情感变来变去，咱拢无变。